又达各位群众朋友，大家好。好，峰老师哦，今天在指数变化不大的同时哦，反倒拉动了金融类股。其实很多投资人呢，把这个金融类股视为存股哦，所以存股族也想问啦，金融股短线上突然涨这么多了，要部分的入袋为安吗？如果看这个价差，甚至有的是赢过了十年的配息哦。这到底怎么看好盘中急拉金融指数呢？好，我想其实最近的一个资金大概发现，其实指数是在创新高、哦、上市指数在创新高，但是贵买指数却在今天回来要测试季线的支撑哦、嗯、那贵买就是中小型股嘛，这也就呼应到了啊美国股市里面科技股因为公债殖利率上升来到接近 1.8 啊，那殖利率的问题就让这一些科技股进行拉回，纳斯达克现在啊美国股市里面最弱的一个族群，那也回应到了国内啊这些中小型股票，很多其实这一波回跌的速度啊非常快，而且一跌都将近30%到40%，那这也就是让市场的资金再做一个移转，转到哪里去？未来是不是有升息的预期？所以美国的道琼里面的一个金融股最近也是相对比较止稳哦。那么升息的部分，当然金融股会有一个利差的一个加大，那获利未来有机会是做一个扩延。那我如果去看，那仔细看现在啊，这最近最强的啊，当然会攻到涨停，但是股本相对比较小，像前天攻到涨停板是高雄银嘛。那我们在前天跟大家在讲的是说，你可以去看看像啊开发金，这个绝对价格便宜的，然后它又有寿险，而且获利已经大幅的一个成长了，现在的本益比也非常低。那当然我们看金融股主要还是看它的啊，看它的一个对未来政策性的一个啊变化嘛。那政策性当然就是所谓的一个利差的一个部分，未来利差会持续扩大，所以啊有寿险的会赚更多。那你看最近的一个富邦金跟国泰金啊，国泰金还是创了新高嘛，那我认为创新高这个趋势还是没有变啊。那如果是纯股族的投资朋友啊，我认为啊应该是都可以续保哦。那如果是想要切入的，我认为比较便宜的国泰金啊开发金应该还是一个选项，因为它今年完整的变入了中寿。但我会认为说，其实在今天里面很多的投资朋友又在看，哇最近市场的一个气氛不是太好哦，重要型类股杀得非常快，那同时间在防疫股的部分又是市场的人气。但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认为啊只要是过去比方说去年前年已经有大涨过的上面的一个套牢卖压很大的啊这种旧的科技股啊，这个防疫股啊，我会认为投资朋友应该是逢高都获利调节，因为它短线上的震荡会非常的大。然后我们举例来看哦，你看这个毛宝啊，其实在礼拜一哦它才攻到了最高价，对不对？499，结果两天就回到43块，哇，那个这个下跌的速度一下子就是超过10几个百分点。那当然，只要是爆量，它就是一个什么换手调整的一个空间。那今天你看，它没办法再攻到涨停了。你看到的数字是不是越来越惊人？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啊，很多在海外打拼的这些我们的同胞，他们回到国内，就是想要好好过一个年啊。尤其是很多人可能是一年没回来了，那今年已经是第二年的疫情了，很多人都要回来。那在回来的过程里面，可能就因为哦，在啊美国啊，他们的管制没有这么严格啊，所以他可能染疫的时候啊风险比较增加，又在密闭的一个空间里面，所以啊我会说自己先做好这些啊防疫的一个动作，然后你再来看个股。那我们看到不管是清洁用品或者是口罩，我认为这些都是不缺的，但是有没有新应用增加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投资朋友可以去注意的。比方说在整体的一个这个新的科技防疫里面，我会推荐投资朋友去留一档个股，是代号6226的光鼎啊，它是科技股，它是 LED 好，那它的应用其实从过去的 LED 的发光啊背光，然后到现在的一个 UVC LED， 好，我们在讲新的科技防疫这一点，我觉得就非常重要，因为啊现阶段的一个产品啊 UVC LED 的产品，它可以直接应用在商用空调啊，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像飞机里面，其实我觉得真的需要像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又或者是表面杀菌，还有进水领域，这些都是有传染性的。但是如果你可以透过 UVC LED 啊这种高科技的一个产品来去进行杀菌啊，我觉得这个机会就会啊更好的一个去做一个啊疫情的一个控制。另外啊，他们的产品也有在切入到所谓的车用的一个UVC LED 的外置跟内建的一个空调装置。那我会认为说，如果你在看防疫，那我认为说你应该要找进可攻退可守，因为疫情终究会过去啊，它是一阵一阵的。
现在是年底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会建议投资朋友啊，那一些已经是去年涨超过十倍，我举例来讲，1325的恒大，绝对短线上一定是这个市场资金的焦点。但你去看一下它的一个高点是在前年的六月哦，那是216元哦，那你去看它的获利，前年赚23块多，那去年就只剩下前三季剩3块多，这么大的剧烈变化，导致于它的股价其实上涨套牢卖压非常大。所以峰老师，像是这种恒大啦、口罩的清洁的毛宝，这种都是短打就好吗？我认为这些都是短打，而且你要跑得快哦。它转强的时候你跟，那如果说它一转弱，你记得一定要先跑。那我在说的就科技防疫的部分里面，像UVC LED 的一个这个杀菌的一个部分，这其实都已经是被国际的卫生组织所认证过的。所以我倒是认为，你先找进可攻退可守。那位阶当然低啊，因为你看这个光顶，它其实相对来讲是非常便宜哦，才是多块。那股价现在是在季线跟半年线之间也回来了。那你看一下现阶段的代表中小型指数的贵买指数也回到季线，所以它的位阶跟现阶段的一个大盘上柜指数大约是差不多，而重点是它有赚钱哦。很多的防疫股其实今年的一个获利是大幅度衰退嘛，不管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口罩，又或者是这个清洁用品，其实去相较于前年的获利是大幅度衰退哦。但光顶它前年是一个亏损3.9元，但是去年前三季已经转亏为盈，赚2.5元。大家都知道这种低价股它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因为价格便宜，你往上攻的速度会比较快，空间也比较大，那你往下跌的空间就相对来讲也比较小。那如果你又有获利又有题材，再加上说它已到切入到车用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我觉得长线来讲应该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尤其是在它绝对价格便宜。我很强调一点哦，就是20块的康纳香，又或者是20块、30块的恒大啊，或者是20块的毛宝，你去布局它、操作它会比较简单啊。可是它如果涨上来了，你再去追，相对会比较辛苦。这个是我操作上一贯的一个原则，提供给投资朋友当做操作上的参考。峰老师，你提到了疫情哦，要选这种电子的，然后多重题材的。我记得您之前也有提到一档是在5258的红宝，这几天还蛮强势的，比大盘来的强。你看大盘今天翻黑哦，虽然红宝现在翻黑啦，但是它今天还创了一个波段新高，45.2块。其实呢，它是做 POS 机的。日前法说的时候就指出说，因为去年欧美解封后需求复苏嘛，所以终端客户的拉货动能提升了，而且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些无人自助服务商机的发酵，包括了自动贩卖机啦、洗衣店啦、停车场，陆续的有客户的需求，而且是没有重复下单的状况。目前订单的能见度是看到了今年的上半年。如果以技术面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12月17号这一根黑 K 棒的爆量高点也已经越过去了，它还是值得续报的指标之一吗？好，我想其实短线上的操作它会反映到它的去年12月的营收。如果大家仔细去观察它它12月营收是跳增到 6.2 亿哦，这是月增 36%， 这个幅度非常大，年增有 26% 哦。那刚刚又大家提出来，就是现在 POS 机其实它更有长远发展是在于说非接触性的一个商机，它也是疫情后面代表的一个回升个股。那同时它有切入到现在我们在电动车的充电桩，充电是要付费的嘛，那付费的方式也就是利用这一种非接触性的一个电子支付，那它其实有切入到这个充电桩的电子支付哦。所以我们很早以前跟大家报告，大家还记得哦，我们大概在十月多就跟大家报告，那时候股价也是在季线附近，然后它走了一波之后随着大盘的休息整理，它也整理一段之后，你可以发现来到季线再去布局这种未来长线有所谓高科技题材的东西，我觉得它会比较有空间就像我先前也跟大家报告说，同样有做空气这个空气清净机器人的这个代号6591的动力 KY， 那成交量比较小，我这边要先提醒大家，但它一样有所谓的一个空气清净机这个部分，而且它前三季去年前三季就赚了4.96，它本身是做显卡的，那成交量比较小的情况下，大家先去留意流动性风险。但如果就一个高殖率的概念来看的话现阶段去年前三季赚4.96，第四季十二月营收刚刚这个创了历史次高，月增19%，年增35%我稍微预估了一下，假设毛利率不变那基本上第四季去年第四季应该获利有到1.4元左右，那如果这样加起来大概全年大概可以赚到6.3元到
到6.5元之间。嗯，那么我会认为说它就是属于那种低本益比。等到第一季市场啊开始回过来看高殖利率的话，它同时又有啊所谓的一个啊散热风扇、车用风扇啊、绘图卡风扇的一个题材。又有所谓空气经济机器人的这个概念，防疫的一个概念的话，又有高殖利率，我觉得这种都是进可攻退可守，长线来看都有机会。但是还是一句话哦，像这种啊、相对来讲成交量比较小的，投资人在布局的时候要留意流动性的一个风险。